而大天团东方神起24号在林口体育馆举办的演唱会顺利落幕，他们在官方社群发出与先后们的大合照，在微博贴文中打出了谢谢，并加上台湾国旗，这举动马上引起中国粉丝玻璃心碎满地，许多中国粉丝在留言区骂台湾是中国的，甚至翻墙到 IG 继续留言。过没多久，东方神起就修改贴文，将台湾国旗改为惊叹号，中国粉丝谩骂的风向也突然转变喊哥哥。而东方神起的热度不减，持续关注社群的粉丝们不断敲碗，为什么还没看见香港场的合照？也有粉丝们希望大家能在社群里和平一点。